第五人格联动确定在7月26号到来，详细内容介绍可以观看前面的影片。根据路福抽奖界面是这样的，我们第一次抽奖界面是一样的，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所改动。提醒一点，每个轮盘都有分层，比如配饰与动作会在固定层数，若有特定想要的动作就必须抽到那一层，比如第一弹的第一轮是飞吻，最后一轮则是加油动作，第二弹很有可能也是这样的。第一弹的时候前面几抽有折扣，12个格子全保底是85个闪耀币，也就是850弹币。第二轮开始都是10个闪耀币一次，也就是120闪耀币保底，1200弹币的概念。这次返场不确定是使用什么币值抽奖，建议大家都先存弹币。假如有一样的折扣，第一弹全抽保底需要3250弹币，第二弹则是2050弹币。题外话一下，路福有免费赠送这个狂欢之翼套装，并且路福上架时间是7月19号，我们则是7月26号。看来刚毅真的怕我们钱包吃不消呢，哈哈 哈。想继续看更多有关蛋仔的搞笑片段、逗趣实战画面，又或是想要抢先看到蛋仔的第一消息、参加任何抽奖活动，记得关注我哟，也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有时候会办抽奖哟。